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跟五是这个方程式的解，他要你求 a 跟 b， 那一跟五既然是它的解的话，说一跟五满足这个方程式了，也就是说啊哈，你把一带进去，要满足它，一带进去是二，加 a 加 b 啊，这个等于零，五带进去也满足这个方程式，二乘以五的平方。加 a 乘以5叫 5a， 加 b 等于零。好，那我就把第二个式子哈减上去，啊减上去 b 就消掉了。那减上去的话呢，这个是50啊， 50减2的话是48， 48加上 4a 哈等于零。我全部约4 414 414 42得8，所以 a 就等于多少呢？A 就等于负12了，哦 ，A 12把它移过去变成负12，好 ，B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 ？B 的话就带进去 ，B 的话是等于多少？这是负12嘛，加起来是负10，移过来是10，所以 B 是等于10啊，哦 ，A 等于负12 ，B 等于10。